当你面对这个世界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，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抱有怎样的期待？你期望30岁过上怎样的生活？爱上什么样的人？而这个人，家人，是不是和你爱他一样爱你？闺蜜如手足，男人是衣服，每个人都是阴影与阳光并存，没有所谓的理想女性或者理想男性，只有真实的女人和男人。他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。就是面具。女人最大的懂得，不是努力地成为男人的女人，而是相较于被男人喜欢的你，更应该成为被自己喜欢的你。爱人七分足矣，剩下三分爱自己。觉得不用做太多的这密度性。前客剧组开机大吉。他其他人杀进来。扎心了，一起扎心了，成功，杨总，拜拜，快乐。恭喜你马军拉丁。对，今天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啊，照顾，添麻烦了。又是添麻烦了。全剧上镜，3、2、1，全场杀鸡快乐。
小山，在前客顺利杀青。祝前客大卖，秋水长虹，杀青杀青快乐。我今年已经过了31岁了，我不用在爱情和面包之间做选择。无论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只要是我决定的事情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吧？我努力。那你想找什么样的？正常就好，长得帅，性格好，有才华。세바스찬성난도미야사시。这就是你为什么单身了32年的真正原因。谁知道爱情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啊？我跟你表白了，你还没有正式答复我，我只接受肯定的答案，不接受拒绝。你辞职吧，我养你。那男朋友该有的待遇，我都要有。实习设计师做的设计图。把金牌设计师本人做的设计图给 PK 掉，你是想先吃面，还是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那可是个20岁、皮肤光滑的小海豚呐！3个月的实习作废，我现在就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霸道总裁不是经典不衰的类型吗？我比任何人都有能力让你幸福。你养宠物，我养你。能够跟美女吃饭是很荣幸，我只有以身相许才能够报答。你是他的主管，又是他老师的姐姐，那算是长辈呀、啊。师生如父子，给我当干儿子吧。这下他不肯了。以他的工资，他连自己都养活不起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无论叶总哪个方面来说，都比袁宋占优势。我万幸终将属于我的，我的。跟目的性强的相亲对象来比，还是我更适合谈恋爱吧。这少年人不在于喜欢，成年人只要合适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小朋友坐好了，叔叔送你回家。你要再抓不住叶露明，你就要绝经了。如果老了以后后悔当初没有坚持，那怎么办？为什么就不能跟别人不一样？她是我学妹。谢谢阿姨。瞎说什么？这是我姐。姐姐。叫什么姐姐？又差辈分了啊！我外甥女。开不？舅妈好。那如果咱们两家都有了孩子呢？打个招呼。姑妈好，舅爷好，小表姐好。还有比这更乱的关系吗？